我们到了蓄水坑老街，然后我们的目的就是吃它的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黑皮臭豆腐，然后因为它的皮子很黑，所以看起来很特别。好像我没有吃过黑皮臭豆腐，对。我们看看它臭不臭，因为我很喜欢很臭的臭豆腐，很期待。到了，这个有草莓耶。到了，现在我们在海边，谢谢。把干净的位置加坐哈，谢谢。这个果是真的果仁啊，这个应该不会掉。竹笋汤跟肉燥饭看起来好吃，因为没有吃早餐有一点饿，先吃肉燥饭。黑皮臭豆腐到了，我先一口泡菜。闻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。一口吗？一口吗？吃完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吃巧克力晕妆。那边好像可以自己做巧克力，然后好像还有什么展览那种，很期待，是因为我非常爱巧克力，我是一个 no chocolate no life 的人，所以对，我是巧克力狂。